哎呦，五一快到了啊，我们要批发的货很多，现在货已经供应不求的，现在是工厂收点货给客户。监控看着，没有十万个呀。我跟你说，我跟你说，我不用看，我在这边有十万个，我现在看这箱子看着看出来，十万个地图我都知道。里面有大概有多少啊？你的小弟说八九万个应该有，他们肯定也没点过，没点过是不是？没有满的，那如果像这样的箱子一样的，不也没有上？没有上，像这样的好小的，真的没上。没算吗？哎呦，这种没封的没算，这种没封起来的我没算哦。没算也没算是不是？不算。哦，没算没算。算这些封好的。倒了倒了，不行。不行。上来了啊，一个五米二的。五米二的不够，这两个五米二，下面这两个五米二，倒过来，把这个上来搞一下吧，倒过来吧，这都是货啊，哦，你妈呀，看不见头，哦，现在上来了，兄弟们，还有一百多下面了。到，这车放不少，只能这样子，可以吗？不管了，可以，不管了，不用管了，不要再上。都没灯吗？没有灯，能放多少啊？外面这些应该可以放的吧。在我这里能装哪里啊？我上面还有。在我这里能装那个干货的。看看看。快速准备。真累呀，这里还可以放一箱，我先把这个搭头，等一下不要老是砸，不然前面不好搞了，再开。
先走五万个，再过十分钟再给五万个。东莞发深圳。不用等，第二次来的啊。第二车啊，这第二车，今天的第二车。现在12:20-12:25。来给力点啊！啊，这个那他能放到哪来着？先放。把这个小箱卡在那里。哦，啊，把这个寄给我。